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MB48 的天门社的谢雅玲。又到了一年总选了，直奔主题，我的目标是进圈。就好像打游戏一样，这一关不过就一直卡在这里，很着急，你就无法领略下一关的风景。所以请大家和我一起努力通关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今天教大家一句我的家乡话，潮汕话。我们潮汕话是可以一词多用的哦。早上好怎么说？加班。中午好怎么说？加班。晚上好怎么说？加班。生气的时候怎么说？加班。搭讪的时候怎么说？加班。什么都可以用吃来说吗？嗯，那进圈怎么说？加班。